尊敬的诸位教授、诸位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有非常殊胜的因缘来到我们这个青海大学的藏医学院，感到非常高兴。首先呢，我向青海大学藏医学学院的前来这里听这个我的汇报的所有的老师同学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谢谢大家。由于啊，我是藏族人，说藏语呢可能会比较简单一些，但是呢，因为前来这里，听我今天的汇报的人呢，有藏族、汉族，还有其他的民族。为了照顾大家呢，我今天用汉语来给大家汇报了。我呢，是个出家人，是个一生当中研究宗教的人，但是今天呢，有我们藏医学院专门让我呢讲一些知恩、感恩、报恩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因此虽然我是宗教界人士，但是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内容呢主要是实践的伦理道德。这个题目非常大，说实话要讲的话多少天也讲不完的，但是今天呢我只是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呢这个共享呢我个人所体会到的一些部分内容。我们说知恩、感恩、报恩，怎么样才能够知恩呢？其实啊，我认为知恩的前提是知情。如果不知情，就没有办法知恩。因此呢，首先知情，然后知情所以有恩，之后呢，知道为什么要感恩，然后在发自肺腑的感恩和报答恩德，这是非常重要。首先知恩的前提既然是知情，知情况用概括的说呢，可以把它分成为四个部分。一个呢，了解自身的所处的家庭、社会、世代等当前自己所处的环境。其二呢，人们之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成就事业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种种的困难、麻烦甚至失败，到底为什么呢？要知道这个道理。若不知这个道理，即使你知道你当前的家庭、社会、时代等等的
处境也没有多大的根本性的用处，必须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才能解决这个，而可以避免这个，并且呢补充不足。第三呢，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梦想，尤其是呢已经到这样的好的一所大学里边来的所有的同学们，都是有学问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所谓的知识分子，第一个特点，他就是有志向，有意愿，有目标。那么我们想达到自己的美好的目标，而且呢最佳的方式达到目标的话，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心态去选择目标，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寻求目标，如何达到，这是非常重要。即没有选择目标，那就是这一辈子没有什么会成长的机会，需要有目标。往什么方向发展，怎么发展，这是关系到你将来的成与败、是与非的核心问题，不能不知道。第四个问题呢，选择达到目标的途径当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达到，这是非常重要。第一，不知自己的当前的所处的基本情况的话，你就无法量力而行。第二，若不知将有可能遇到的困难、麻烦，甚至种种挑战的话，你就无从对应。第三，如果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追求的话，你是没有前进的动力和方向。第四，如果不以正确的方式去选择这样的目标，完成这样的目标的话，即使有了美好的目标，也是徒有目标，无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这四个内容就是我们从有目标、想达到目标、想达到目标过程当中解决种种困难，并且我们现在所占有或者拥有的优势或者弱势，这就是情况，要知道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重要。仁波切立于佛理佛法的高度俯瞰社会，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述知恩、感恩、报恩这个大题目。时间关系，感恩报恩的内容从略，只能从四个方面重点阐述一下知恩的内容。要了解家庭、社会、时代等当前自己所处的环境，要了知我们往往会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选择目标？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途径去达到目标？刚才我所说的，了解自身所处的家庭、社会、世代，的当前所处的位置和处境。关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学生，乃至每一位老师，他为什么如今变成了这样的精英分子和知识分子和真正的社会的栋梁分子呢？应该说是有六个原因。第一呢，因为有了个好父母或者家庭。第二呢，因为有了好老师。第三呢，因为有了好学校。第四呢，因为有了很好的成长的社会环境。第五呢，
因为有了很好的民主。第六呢，因为有了很好的和平，不是战乱而是和平的国家。这样的六个呢，作为一个人健康成长的角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非常重要。所以说呢，我们首先感恩的前提是知恩，而知恩的前提是什么？之所以有了我们今天的成长，我们大多数的人是穷人的孩子，就算不是穷人的孩子，也是平民百姓的孩子。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啊，可能需要付出他上半生积累的几乎全部的积蓄，才能够培养出一个孩子成为大学生，还未必成。所以呀，这父母的恩德比山还要高，比海还要深，因为他为了让你能够有今天的成果，已经付出了他所能够付出的最大限度的代价。这是我所说的知恩当中的我们理当知父母之恩，你们说是不是？第二，知老师的恩。我们中国人呢，传统上啊，在历史文化当中有了非常良好的这个非常尊敬老师，非常重视老师，尊师重道的这样的一种伦理，这样的一种非常好良好的文化。比如说在我们藏民族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藏传佛教最著名的一个作品，叫大概是明朝雍乐年间的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光论，里面说一切修道之根本，如何意志善知识之理，以广略二个划分，广则六，略则三个方式来广为宣述感恩老师之道，要依止和亲近老师，尊重老师的道理，然后呢，对老师以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用什么样的行为去报答的道理，讲得非常深刻。核心的说有四个部分。第一个呢，从心中知道老师对我所带来的益处，因此这是其第二呢，知道一个人一旦没有拜过老师，没有在老师那里学过的话，将这个人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第三个呢，从心里面如何去感恩老师，如何去尊敬老师。第四个呢，从行为上如何去伺候老师，如何去报答老师，以及如何去完成老师对社会的这种服务和广济天下苍生的这种志向。哎，讲得非常广。从汉文化的角度来说，有一个叫儒家学说的《弟子规》，那个里边讲的就是专门说如何尊师重道的道理，讲得非常细致，就是一本书专门讲的就是一个学生如何拜老师，如何敬老师，这样的道理。所以呀，其实不要说是大学生了，就是木匠啊，没师傅怎么行呢？就是做饭呢，没师傅也不行呢，你们说是不是？所以第二，知
老师的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知恩。第三呢，知学校的恩。有老师，要是没有学习的场所，要是你没有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一所所学校里边，有吃有住有整个学习的环境和条件的话，我想不会有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今天这里，对吧？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不仅仅是清华大学本身的学校的恩，而且是你们曾经读大学的、读高中的、初中的，乃至小学，还有幼儿园，对吧？这些一所所学校给你们了这样的知识的这个滋润，所以说你呢，从没有苗芽生妙芽，没有增长变成为增长，现在你们快要变成了硕果累累了，你们说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凭着良心想，的确应该感谢老师。你们知道吗？我是感谢谁不？我感谢我曾经读书的我的寺院。我8岁开始出家，从出家之后开始读书，到后来这个北京大学等等一系列读出来之后，因为我学习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在寺院里面，因此我的学校就是老师，这个学校就是寺院，因此我更非常感谢。同样作为你们来说，要学会感恩或者知校学校之恩，这是非常重要。第四个，要学会知社会的环境的恩。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是不能改变整个社会的，但是一个社会呢，一定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你们想想吧，曾经正在读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的那些年轻人，还没上学几个月呢，把他们安排到乡下工作，这是很近期的事情。那那些人呢，他们本想非常好的完成学业，可是后来种种的原因，很多人是没完成，这是为什么呢？外在的环境导致了他的这种局面。再往早一点看呢，我们藏地除了寺院之外，几乎没有民间的这种大规模的学校，小的规模的可能有一些吧，家庭比较好的有些请家教啊之类的，10个20个这样是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大规模和系统化的基本没有。内地呢也很少有这种，当然呢内地有学校的时间呢比我们早一些。我们外在的力量的角度来说，鼓励大家学习知识健康的成长，所以说我认为我们外在的能够吃够住，有吃有住有穿，还有呢不缺乏其他的条件，有老师有学校等等的一系列社会的环境和条件呢，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呢提供了这样学习的环境和机会，因此要学会感谢和珍惜这种社会环境，学能够完成自己学业成长的这种社会。第四个呢是民族。其实吧，我们现在学的所有的内容大致上无非就是两类，一个是现代学，
再一个是传统学。为什么我们既要学现代学又要学传统学说呢？之所以我们要学现代文化，因为世界不是曾经的世界，国家呢也不是曾经的国家，民族呢也已经不再是曾经的民族。打个比方，曾经从青海到拉萨要走好几个月的骑马到拉萨，而如今从这里到美国也就24小时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球啊，似乎变成了一个小村庄。其实我们回避不了现代，也没有必要回避现代，应该更好的去欢迎和接纳这个现代，21世纪的现代。这是我们当前的事实和现实。所以说呢，我们得学现代文化，能够与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同步向前进，要不然的话，我们落到后面，我们还是很糟糕，还是很落后，还是非常非常的苦。我们附近有一些小国，不是很发达的地方，现在还没有电脑，现在还没有手机电话，现在似乎也看不到什么更多的消息。与此相比呢，我们要需要学习现代，但是呢，同时呢，有一个问题，除了我们是21世纪的人之外呢，更多的是我们藏族、汉族、蒙古族等有56个民族，大的方面来说是中华民族。我们每一个人呢，有自己的民族，每一个民族呢，有自己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艺术等等一系列。假如我们丢失了这一切的话，我们不将这个民族了，不将是这个民族了，不将是这个国家的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人说呀，民族的划分是以学域来分，我认为不准确。最准确的是什么？大家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伦理观、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这种社会环境和整个的艺术等等一系列，那就叫做一个民族。所以说呢，假如我们自己不继承这些光荣的文化传统的话，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外国人或者其他什么民族的人来继承我们各民族的文化，你们说是吧？所以我们作为56个民族的每一个民族的成员，继承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一系列的思想文化的同时呢，接纳和吸纳现代文化，这样呢就变成了既继承又创新，你们说是吧？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感恩这个民族。为什么呢？我们的民族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有非常优秀的，一般来说文化我把它划分为3类。一种文化是什么呢？服装啦，饮食习惯啦，生活起居啦，房子的装修啦，建筑啦，这种文化包括歌舞啦，这叫什么文化呢？比较浅的，也就是说从浅中深的角度来说是浅文化。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的特点就是看得见摸得着，也容易看得懂，不是？第二，语言和文字，因为语言和文字这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你想知道这个民族的几千年以来的人类的这些祖祖代代祖祖辈辈所积累的智慧宝藏的话，你要是不懂这个民族的文化语言和文字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挖取这个民族的宝藏的。所以文字和语言是第二中等文化。为什么我称它为中等而不是最主要的呢？因为它是工具，最低最多也算是个工具，它只是为了知道智慧，为了知道价值观、伦理观和思想的一种工具，而并不是文化它本身。最深层次的而且最主要的文化呢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民族的伦理观、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尤其是伦理道德非常重要。你看我们现在呢，经常呢，东方的一些国家和西方的一些国家发生一些摩擦，我发现很大的程度上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有所不同，我们的伦理观和他们的伦理观有所不同。打个比方，清朝康熙年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当时大英帝国的使者呢来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不同意在皇帝面前跪拜，闹得非常糟糕。其实在中国人来说，那跪怎么样嘛，以理所当然的。但是西方人呢，因为他们自己的文化程度上，跪认为只能跪一个神，其他谁都不能跪，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不跪。所以说呢，他们就觉得向皇帝面前跪心里很不舒服，所以说发生很大的差异。其实很小的问题也能引发很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价值观伦理观不同。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建立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所依据的本身的文化不同，所以说导致了这种不一样。因此呢，这才是核心的文化。你们知道吗？我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其他我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确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了。交通、通讯，一切意见就那么简单，那么接近。你们知道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吗？时代风，用我们现在的俗话说叫时代潮流。但最可怕的又是什么你知道吗？还是时代潮流。时代潮流好在哪里呢？最好的东西都能够吹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我们从不知道变成为知道，不会用变成为会用，给我们带来多少个荣耀，多少个快乐和幸福啊，非常好东西。但是最可怕为什么呢？我们固有的作为我们自己民族的价值观伦理观，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会被吹走了，没了，蒸发了。这个呢不是暴力的，也不是被动的，是自愿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风入侵到自己的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的东西被吹走了。有一天回头一看的时候，你会大吃一惊，没有了，全都没了。所以呢，既然那么好又那么坏，那怎么办呢？好我们当然不能拒绝了，接纳了。坏呢，我们就当然得谨慎一点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在学文化、学现代、
学我们新的科技和西方的一系列的文化的交流的同时呢，一定要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自己的价值观和伦理观一定要留下那么一点点的空间，否则我们将来很可能变成为不是中华民族，不是中华民族里边的56个民族当中的某一个民族，那我们就麻烦了，对吧？你们说是不是？所以说呢，我特别的希望大家呢，第一呢，知道我们是中华民族，我们是中华民族里边有56个民族当中的某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民族呢，有不可推卸的一个责任，继承、守护、发扬自己的优良的传统，同时呢，又要吸纳好的先进的文化知识，这是非常重要。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点看法，如果有错呢，请大家谅解。第六个呢，知国家之恩。其实啊，国家呢，几千年以来，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打仗的时候特别少，没有灾荒的时候特别少，和平年代啊，可遇而不可求。可是我们现在呢，没有打仗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呢，有了这样的不打仗和和平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呢，有更多的精力和这个机会呢，好好的去学习，好好的读书。我觉得我们的确是应该非常的知恩和感恩这样的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平年代。全世界上来说，也有很多国家现在正在死人，正在打仗，正在呢就天天这儿打那儿打，炸药啊那些到处都爆炸。所以说呢，之所以我们当初再往前推一个30年、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那就几乎都是生存都非常艰难。现在我们没打仗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说有这样的学习的环境的国家和社会，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有感恩之心，才能有报恩之行，而感恩的前提是知恩，知恩的前提是知情。所知知情有六：父母恩、师尊恩、学校恩、社会恩、民族恩、国家恩。家庭父母、学校师尊的养育培育之恩，深如大海，终生难报。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胜于生命，片刻难离。唯有对此恩此情了然于心，才能知恩图报，惜时如金，刻苦上进，奋斗成才。好，这个部分是第一个知恩的当中的了解自身所处的家庭、社会、时代和当前的处境。第二呢，我想说第二个问题，而且呢，我想认真地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问题。你们在座的人呢，虽然有学位、有知识、有文化，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认为就这样呢，以后一定会顺顺利利的成长，顺顺利利的完成自己的目标。只要是人类，就不会有顺顺利利，除非有一种情况你是很顺利的，什么都不干，睡觉，那就是顺顺利利的。除此之外，你不可能没有。我曾经问过一些人，说你有痛苦吗？他说没有，我很开心。其实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在笑，你们知道为什么吗？除非他是神经病，或者呢他是植物人，可能就没什么感觉。除此之外，包括我这个活佛在内的，谁没有痛苦的时候呢？你们说是不是？只要是人，他会有一些
这样那样的挑战，这样那样的痛苦，这样那样的不顺，尤其是你想做一件让你自己有利、让社会有利、让很多很多人的受益的一件事，那你就是多灾多难。所以说呢，就是孟子好像是说过这样的话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苦其心志啊之类的 一连串，对吧？恶其体肤之类的，说得非常对啊。只要你想成大事，那你就得有挑战，只要有挑战你心里就会有压力，只要有压力那就是有痛苦嘛，你们说是不是？所以人们之所以有这些压力，有这些不顺，各种各样的或者困难，或者阻拦，或者呢失败，或者呢夭折等等，之所以是什么原因呢？我呢下面呢以三种方式来回答之所以有这些，如何避免这些，以及避免之后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三个部分。第一呢，从心理上说，我们有很多毛病，所以我们就得避免这些心理上的毛病，克服这些心理上的毛病，这样我们就会顺多了。第二呢，从我们语言的方式上，交流上会出很多岔子，会出现很多的失误，因此也带来不少的麻烦。第三呢，从我们的行为上会有种种的错误、种种的误解，或者种种的颠倒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会有痛苦、有麻烦、有不顺、有障碍、有阻拦、有种种的困难，甚至失败。我想跟大家从心理上解释一下，有哪些毛病能够引发我们今后的事业当中的一些不顺和麻烦和痛苦的到来呢？我这九个啊就叫做九劫，而这九劫的思想呢不是我创出来的，是在公元310年出生，大概公元410年左右吧，圆寂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印度的佛教的哲学家叫无着菩萨，他呢有一个叫大乘阿毗达摩集论，其中总结了这样的九个内容，我觉得很精彩，我想跟大家介绍介绍好吗？他的这个名字呢就叫做九劫。劫是什么意思呢？打劫了，打了死劫了，劫不开，所以说导致麻烦的意思。这个劫是打劫的，这个劫用那个绳子打劫的，这个劫劫打了死劫了，劫不开，所以很麻烦很痛苦，大概这个意思。什么是九劫呢？一个叫爱劫，一个叫慧劫，一个呢叫慢劫，一个呢叫无明劫，一个呢叫见劫，一个叫曲劫，一个叫疑劫，一个叫机劫，一个叫牵劫，大概是九个部分。所谓的爱劫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的爱不是正面说的，是贪的意思，贪欲、贪婪的意思。贪婪本身就是一个死劫，一旦死死的结上了这个贪的结啊，你将来可以引发出无穷无尽的苦，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说人第一个最可怕的结就是贪的结。为什么呢？为
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啊，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啊，他就会违背良心。为了满足自己的条件呢，他就会做出种种卑鄙的手段和方法。为了满足今天的贪欲呢，他会出卖明天的幸运，明天的前途，非常可怕。所以贪欲啊是一个死结，它能够给你啊最大的灾祸，能够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小的你就给你带来不计其数的灾难。所以说呢，人呢一定要学会理智，不要被贪欲的结死死地困在那里了。这是第一个人心的特点上的第一个毛病，叫贪的结。第二个是什么呢？嗔恨的结，叫恚结。嗔恨、仇恨、嗔恨、愤恨、愤怒。人没有愤怒事前是个有理智的人，这个嗔恨的火一旦燃烧在内心的时候，你干脆就变成了神经病了，你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干了什么，等到你再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了。30%的失败来自于嗔恨、冲动、仇恨以及愤怒。所以啊，嗔恨呢，它导致了行为之后当然是很麻烦了，即使没有导致行为之前，心里的这种仇恨的状态和嗔恨的状态和愤怒的状态本身是轻视难，非常痛苦，苦不堪言呢。所以说呢，人在任何一个时候一定要学会宽容一些，包容一些，心里要宽广一些，不要发怒，不要嗔恨。尤其是呢，像这么多的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一点点的语言的不慎导致仇恨、嗔恨，嗔恨积累成为仇恨，仇恨积累成为打架或者杀人，什么都有可能。凡是以无大之果，中者大的机构，小者家庭的纠纷，乃至人与人之间的仇杀，一切事情来源只有一个，嗔恨。所以啊，人要是放不下嗔恨，你再也没有快乐的时光。因此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包容、宽容、轻松、乐观的心态，这是非常重要。以败嗔恨的对象吧有三个，一个呢，被他人夺取了你应得的利益的时候，感到想不明白，心里很痛苦、很难受，所以仇恨呐。这叫什么呢？冤害恨，嗔恨。能够忍辱，被他人所夺，我还能够好好的活着，不会因为这个就自杀，或者不会因为这个就杀掉对方，不会因为这个就打架，我还能很冷静的去对待，那就是耐冤害人。第二呢，耐苦忍，看到人家很幸福，自己很穷苦，或者呢自己方方面面条件很不拘足，或者遇到种种困难的时候很嗔恨，寻找理由，哎，因为是这个人造的，因为是那个人，然后就嗔恨，心里很不悦，那就会做出很多非常理的事，要避免，这叫耐苦忍。第三呢，在自己的成长当中、学习当中、工作当中坚持不下去，很郁闷、很痛苦、很不悦，那叫这个不耐乏的嗔恨，就是无奈的嗔恨。这个呢，要学会
这个耐法的忍辱，有了这些忍辱，你就不再会被嗔恨所欺负，这是第二。第三呢，慢的节，慢是傲慢的意思，傲慢的节呢是人走向失败的最根本的因素。人一旦打下了死死的傲慢的结，这个人注定今后啊不会有好下场的。水满则溢嘛，对吧？完了，这回就没什么。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不会算命，但我也会算命。为什么说我不会算命呢？因为我没有很好的学过周易。藏族的历算我十三十四岁的学过，现在忘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不记得了。我不会历算，学过，但是现在已经忘了。周易呢我没学过，但是我为什么又说会呢？假如这个人问我，哎呀法师啊，活佛呀，最近我有没有灾难呢？我只有两个或者三个回答。第一，我看着这个人傲慢不？如果这个人很傲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般傲慢的原因有五种吧，这骄慢的原因有五种吧。第一呢，因为自己有长得很漂亮，所以觉得很了不起，很傲慢。第二种呢，自己很有学问，所以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觉得很傲慢。第三种呢，自己是出生在高贵家族，因此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因为手握大大的权力，所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还有一种呢，自己名声非常大，啊，名扬天下，所以觉得自己了不起。一般我们慢呢，分成为两类，一个叫骄，一个叫慢。慢是没有本钱的傲慢。这我们平常呢叫狂妄之徒，他什么都不是，但他对谁都看不惯的这种傲慢。但是呢，有本钱的傲慢呢，刚才我说是五种表本钱的傲慢，那叫骄，我们藏语叫加巴，加巴，前面那个叫阿加，通常呢称之为阿加。这是一个伤害自己从根本里的。所以呢，我说这个人一旦有这些的话，我就会说，哎呀，小心一点啊，最近有小人啊。其实小人不是别人，他自己的那颗傲慢，凭他自己的傲慢，他一定很快就会倒霉的，你放心吧。如果你看他这个人呢，很低调很谨慎，说话办事头头都是前顾后用的，他方方面面就会考虑，很周全，不轻言轻行，我会跟他回答说，哎呀没事啦，很好，你前途无量啊。为什么呢？这种人不会惹祸，你放心吧，你们说是不是？他会谨慎从事，因此他不会有问题。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傲慢只达到半截的时候，我会说现在不一定会有问题，但以后慢慢的得小心一点了。这就是第三种，哈哈，开玩笑啊，我只是跟你们说，实际我跟别人没有算过这样的命啊，跟你开个玩笑，实际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吗？那这个慢呢，分成为七种慢。一个叫慢，二种叫过慢，三种叫慢过慢，四个叫我慢，五个呢叫增上慢，六个叫劣下劣慢，七个呢叫邪慢。七种。所谓的慢是什么呢？跟自己更差的相比，老是跟自己差的相比，说啊我了不起，你看比谁谁厉害吧，比谁谁厉害吧。他拿出来的那些例子是什么例子呢？比他差的那些人，所以呢他就觉得很了不起，
实际呢，他对比的对象就是比他差的，没有跟他比过比他更高的，所以说他就觉得很了不起。这个傲慢就是叫什么慢。第二呢，叫什么呢？过慢。他比的对象跟自己实际上差不多的人，他老认为我比他高，哎，我就是比他厉害嘛，我比他哪怕什么问题的他都心里面记着，那就叫做过慢。为什么呢？其实是一样的，但他心里老觉得我比他厉害，对吧？所以说安排一个工作的话，只要是对方比他稍微高一点点，他心里就不舒坦，觉得我跟他比一样的，凭什么他就是这样呢？心里想不通，对吧？还有一个呢，就叫做什么呢？慢过慢。这种傲慢是什么呢？老是给自己的领导过不去，挑领导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就比他厉害，对吧？心里实际上老认为这些我的这些头啊比我差远了，这上面的人瞎了眼，你看没选择我，选择他凭什么呀？他心里老是想不通，那叫慢过慢。我今天跟大家说个实话啊，其实吧，人呢为什么会老认为比自己高了很多比自己强了很多的人心里觉得我比他好呢？原因只有一个，看别人的时候只看他的缺点，从不数他的优点一二三四；看自己的时候只看自己的贡献和优点，从不看自己的缺点一二三四。这样一来，我那么多的优点和他那么多的缺点一比，你说说哪个重呢？一目了然了嘛，对吧？你说是不是？假如呢，你多看看别人的优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再多看看自己的缺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再把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一比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己不如人。那这样的心态有什么好处呢？既然我不如他，我得向他学习呀。当你一旦学会了他的优点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双倍的功德了。为什么？本来你自己的优点不少，加上他的优点你也学会了，你说说你不是双倍是什么呢？你说是吧？非常重要。所以呢，人呢有一句话叫狗眼看人低。为什么呢？狗眼之所以看人低，它自己比较低，所以呢它的眼睛的视角比较低，它看什么东西都是扁扁的，是吧？人眼呢看得高一点。为什么？它长得比较高一点，它看得高高的，对吧？不太一样。那你低处往上看的时候呢，你能看到很多不该看到的东西；你高处往下看的时候，只看到它的漂亮的一面和好的一面。所以我们看到比自己高的这些人的时候啊，只看到他的缺点，甚至他得到这些事业的成功，得到这样的地位，得到这样的荣誉和名声，之所以他阴谋诡计，诡计多端，如何如何，所以他就是这样。我之所以如何为去，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是老实人啊，是好人呢，对吧？就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思想，给自己给了一种答案。其实是这样吗？不是的。任何一个人，他得的比你多，这个天下是公平的，这个因果是公平的，他一定在某些方面比你长得多得多，好得多得多。那为什么你看到他那么多缺点呢？因为你从来没数过他的优点呢，只数了他的缺点，当然觉得缺点比自己大了，你说是吧？这叫慢过慢。第四个呢，就叫做什么呢？叫我慢。我慢是什么呢？说白了，这种我慢，我自己个人总结呢，
有一个总结，我认为自卑似乎达到的是最后的我慢，自卑心啊，达到的是我慢。因为我有些同学，我不能这么说啊，那些同学呢，他的智慧特别差，简直是了，他对这个书的理解，他对这些问题简直是不可理喻。可是你知道吗？他把自己当成最最厉害的。你要是敢跟他说你什么都不懂，那完了，你就麻烦了。所以说呢，这种呢，多半是我认为是自卑心导致了傲慢，自卑最后导致了那种傲慢。这种傲慢是什么呢？自己明明没有这些东西，自己认为有；自己明明不行，认为自己行，这样的傲慢，不理性的那种慢叫我慢。再有一个叫增上慢，增上慢是什么呢？增上慢呢，比刚才的这个慢过慢是有一点区别，是什么呢？我虽然不如他，可是差不多了，差那么一点点而已。那种傲慢叫增上慢，就是就只差那么一点点而已，这种心理。实际他差得很远，可是他心里老觉得我只差那么一点点。包括运气不好啦之类的，对吧？他就找一些这样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自己很了不起。再一个呢，叫下列慢。下列慢是什么呢？把自己的缺点当成优点的人，这个叫下列慢。为什么呢？他选择的方向搞错了，他以为我就通过不择手段来完成这个事情，所以我就很厉害。他以为我夺去他人之所好，所以我就这样。你知道吗？人可以有野心，但千万不要有建立在害他人的基础上的这种野心，否则这个人必然会折腰的。我举个例子，曾经汉初的时候，项羽和刘邦都有野心，但他们两个的野心有很明显的不同。当年秦始皇民间去视察的时候，项羽看到，你们知道说什么吗？此人我取而代之，我可取而代之。刘邦说什么？此乃真大丈夫也。其实这两个人的心里都有野心，想做这样的大丈夫，真如实也，做大丈夫应该做这样的丈夫才好，很威风，对吧？这两个的傲慢，后来他们所作所为一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出来不一样。项羽的傲慢建立在什么呢？取代他人、害他人为基础的暴力和这种权恨的基础上，和不择手段的基础上建立的傲慢。何以知之啊？虽然司马迁呢把项羽塑立为英雄，可是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对这个项羽的评价基本上就是：第一，不仁；第二，不义；第三，不忠；第四，笑他。他谈不上，因为他没什么父母，从小呢跟他这个项梁带长大的。不仁、不义、不忠，何以不仁呢？你看，平白无故的秦朝的相将30多万埋在坑里面，只要任何一个城市一旦遇到了这个一点点反击，作为报复，十几岁以上、16岁以下的全部屠城了。你看他多不仁、不义。第一个支持他反秦朝的那个县令，第一个时间他舅舅和他们两个把他干了，把这些兵权夺了，他自己就搞，这叫不义。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不忠。当时呢立了一个小的楚王，不管他小大，至少作为他的一个旗帜，一面旗帜。有了这个旗帜，项羽才能够
名正言顺的大清朝。可是呢，后来一旦得到了清朝之后，第一时间把这个小王呢放在很边缘的地方，后来派人暗杀就把他完了，这叫不忠。刘邦则不然，约法三章之类的，对百姓毫无损害，连亲二世都没有杀，把他关起来了之类的，后来对百姓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呢，你看刘邦的野心也是野心，可是呢是和平的野心，不是那个暴力和这种不择手段的野心。项羽后来之所以折腰，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野心不正常不好。我认为这种叫下列之慢。第四呢，邪慢。第七呢叫邪慢。什么叫邪慢呢？就是对一切不善的事之上的一种慢，就叫做邪慢。对一切坏事的不好的习惯之上的慢，就叫做邪慢。好，这个部分是傲慢了。现在我讲第四，就是无明的解。无明是什么意思啊？不明白，不明真相。曾经呢，公元150年出生，公元250年圆寂的印度，有一位佛教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就叫做龙树菩萨。他曾经呢给印度 南方的国王写过两封信，一个呢叫汉藏文叫西智，汉文叫秦有书，是唐朝的时候有意境大意士翻译成汉文的。一个呢就叫做宝曼论，或者宝兴王政论。藏文呢是这个有叫仁钦群瓦，乌玛仁钦群瓦。汉语呢叫宝兴王政论。最早的翻译大概是刘宋的师傅吧，大概是他翻译的。所以说其中的这个秦有书里面说过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大王啊，你要看人，你看诗的时候，你要用四种方式来看明白啊。人有四种，或者事也有四种啊。是什么呢？这好比是阿门罗过。什么叫阿门罗过呢？中国人叫狮子果，对吧？有点像西红柿的甜甜的那个水果，那叫阿门罗过。阿弥果这边说阿门果呢有四种现象，里边是熟的，外面是生的。有的呢里边是生的，外面是熟的。有的呢里外都是熟的，有的呢里外都是生的。人有的貌似好人，其心剧毒。有的呢貌似恶人，其心极善。有的呢貌似善人，心已极善。有的呢貌似恶人，心已极恶。有四种，你看清楚再说呀。说是呢也有，看似难其实很容易的，抓住要害就很容易做到的。看似容易，实际你做起来你就会将这个掉入泥潭的。看似容易，实际也容易，看似难，实际也难。所以说你只不要看的外皮，要看的深度。这就是为什么看深度呢？不明白的人，无明的人，他就不看深度，所以说他就会把自己陷入僵局，到时候啊会搞得非常被动，难受痛苦。所以凡事三思而后行，要看清楚了到底怎么回事之后你才行动也不迟。这叫马里比根的叫啊的这个果患，要避免这个。第四个呢就是见的果患。见是什么呢？见我们现在叫做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这些都属于是见。
简单的说叫见解，这个人的见解。见解里边呢，大致上有三种不正常的见解，一个呢叫撒家业见，你错了道啊；一个呢叫断见，他大谈正经道啊；一个呢叫邪见，罗巴道啊。三种所谓的撒家业见是什么呢？任何一个时候，我和我的利益为主的这种见解，把我和我的放在一切之上的这种见解，叫撒家业见。再往深里说呢，叫对法和这个法我和人我的执着，这个是佛教问题了，不是实践问题。从我们实践的问题，普通人的问题来说呢，把我和我的当成一切之上的这种我的利益放在一切利益之上的这种心态，很自私的见解。第二呢，贪嗔道啊，贪嗔道啊是什么呢？极端主义的见解，也包括消极主义的见解，要么极端的积极，要么极端的消极，这就是这个断见。断见就叫做极端。我们做任何一个事呢，要讲个柔和，讲个灵活，讲个宽容，不要极端。做任何一个事啊，物极必反。只要你极端了之后，不管是消极主义的极端，还是积极主义的极端，都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第三种呢，邪见。邪见是什么呢？不正当的、颠倒的、违背伦理、违背道德、违背良性的这种见解，那就叫做邪见。由于我今天不是在讲佛教，所以说不能给你们讲更多的佛教的道理，我只是给你们讲讲这个跟我们直接有关的一些道理。第六个是什么呢？曲解。曲解是什么呢？曲解是说白了就是在乎、执着，你这个是太在乎了，所以就很麻烦，对吧？什么叫在乎呢？把自己的见解呢当成特别在乎，以为我想的就是正确的，之所以这样呢，人家想的肯定是不正确的。其实吧，这个地方呢，青海大学，但是你并不是说只有从东边来才能到这个青海大学的位置，西边过来也行，北边过来也行，南边过来也行。凭什么你一定要认定就你走的这条路就是唯一的通道呢？那不一定，对吧？就算你的是对的也不一定，何况你这个是不是准确的还不能够保证，对吧？所以说呢，对任何一种见解与见解之间、观点与观点之间要有包容，自己坚持自己的见解，但是绝不强迫别人接纳自己的见解，这非常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够在群体里面、团体里面、家庭里面，甚至整个社会、整个单位或者整个集团里面，才能够带来和气生财这个道理，你们说是不是啊？人有不同的观点和价值观，你没有必要互相之间非得排斥个你死我活，一定要和睦一点，和谐一点，互相包容一点，理解一点就好了嘛。第二呢，自己的行为当成为最好的行为，一切别人的行为当成比这个相反的。第三呢，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当成最好的，反而别人做的就是恰恰相反的。这样的三种都叫做曲解。曲是什么意思呢？拿过来的意思。我们藏语呢就叫做什么呢？藏语叫确定真比跟着有啊，就这个。第七个是什么？贴这么几跟着有啊，叫疑解。这是非常糟糕，就怀疑啊。人一旦习惯了怀疑人的时候，连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妻子、丈夫、父母都怀疑，
把一切人当成饥饿的人，唯自己才是善的，在这个时候啊，你就再也不会有快乐可言的。所以说一的节就能够本来可以称的很多事情，由于互相猜测互相怀疑导致了失败，本来可以顺顺利利的事，由于你的怀疑导致了双方的误解，就折腰，那是不计其数。所以说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对吧？不要学会怀疑，以乐观的心态去对待对方，看待对方，就算他服了你又能怎么样呢？慢慢来呗，你又不是明天死的，明天再说嘛，你说是不是？也不急于死。所以说一定要，而且呢，疑怀疑一旦多了之后，就会人会得疑虑症，一旦得了疑虑症，实际上是半个神经病了，那就不正常了，他的心理非常麻烦。第八个是什么呢？嫉妒，叫妒劫，嫉妒的劫啊，一旦搭上了之后，那你就寝食难安喽，很麻烦。嫉妒比你学问高，嫉妒比你呢权力大，嫉妒比你呢这个有钱，嫉妒比你呢名声大。哎呀，这个嫉妒的病啊，连夫妻之间也嫉妒，连孩子和父母之间也嫉妒，连母亲和自己的孩子和亲朋好友之间也嫉妒。嫉妒它本身不分谁的，一旦呢内心里面充满了嫉妒之后，对谁都嫉妒，只要是比自己稍微好一点，哪怕是以前比自己差的变成跟自己一样的时候也嫉妒。所以说呢，龙树菩萨曾经说过什么来着，嫉妒为下劣，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非常糟糕。所以说呢非常不好，带来很多痛苦。第九个劫，最后的一个劫啊，就是千劫。千是千灵吝啬，人呐，很多时候非常吝啬的。按理他缺这个吗？不缺。打个比方说，家产万贯，自己靠开心的时候花几十万、几百万，他一点心里都想都不想一想。可是到那个高速公路门口的高速路口的时候呢，缴那几块钱的路费的时候，心疼的呀，不舒服，对吧？本来吧，这种吝啬它有个特点，凡是别人所要的，哪怕是一毛钱，他特别特别的吝啬，就觉得不平不舒服，是吧？很不好。要学会人呐，要学会付出。这是吝啬，为什么呢？按照我们佛教的说法，这就叫做有三种果里边的等流果，里面有个作用等流果。作用等流果一般呢，佛教呢把前世和今生放在一块来讲，因为前世你小偷，你小孩子的时候开始会偷小偷，前世你是特别吝啬的，你小孩子的时候都舍不得给人家做什么，前世你做布施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都愿意把自己拥有的啊送给别人，一点都不在乎。我们呢现在可以说说，你过去受父母的教育，培养出给人家更多的给予，自己吃亏的人呢，长大了以后他就学会付出更多的，索取的少一点他不在意。从小成长在那种特别吝啬的家里边的时候呢，长大以后啊，他就变成很抠门很麻烦。这样呢闹的呢一切事情本来是特别大的事情，因为他舍不得小小的原因，把大事全部给耽搁了，实际他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劫富。这样一来呢，这是九个劫富，这是从心理上毛病。这样的五个毛病九个毛病我们一定要克服，其中傲慢有又分成了七步，对吧？一定要克服的。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人从心理上克服了很多能够导致灾难的原因。我们不要去直接
赌灾难本身，因为灾难本身是赌不住的，因为你说了不算。你要赌住之所以导致灾难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在你这儿。所以把它堵住了，心理的毛病。第二呢，语言的毛病。这个里边呢分成为几种，一个呢就是不慎言而导致的这个毛病。不慎言而导致的毛病是什么呢？四种毛病比较麻烦。第一种毛病，说妄言。妄言是什么呢？喜欢说假话。你说说假话是迫不得已的吗？不是，它是习惯性的，就喜欢吹牛。哎，白的说成红的，红的说是花的，他从来不在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一种特别恶劣的习惯，人一定要学会说实话，真话。实在你不能说实话的时候，有一个办法，不说，或者说点别的东西，就不说这个话题。比如说某个人说了不实的话，说是吧，你笑一笑，嘿嘿 OK 了。你笑一笑，谁知道你说的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呢？差不多了呗，大家都过得去，你说是不是？要不然你跟着他说呀，是啊，尤其是给自己的领导啊，或者自己需要维护他的面子这些人面前的时候，哎呀，这个就很麻烦，拍马屁，这样很不好。第二呢，说两舌谗言，挑拨离间，这说他怎么怎么说了，那么说了。其实吧，这种话里面可能有假话也有真话，管他是真话假话，他面前就是不能说他对你的不好，他面前就是不能，因为有一天他们两个一好了之后，你就变成了敌人了，这很麻烦，真的很被动，很尴尬。所以说他说了你就当着没听到，就不说了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得要跟他说呢？你说是不是？这是第二个，不要说谗言或者两舌。第三个呢，语言上啊，不要说恶口。什么叫恶口呢？说脏话、坏话、侮辱人家的自尊心的话，这个蔑视人家的自尊心的话，别说。更不要跟别人说坏话。记住了，如果你想让他真正的满意呢，你想让他半个满意呢，当着面就说他的功德，赞扬他。如果你想让他彻底的高兴的话，背后里跟他说好话。因为人呐，尤其是这个时代的人呐，你想藏东西是藏不住的，只要你在这个人面前说三句他的好话，第二天他把那个当成礼物来送给他，那个时候那个人老高兴了，说哎呀这个人好啊，背后里跟我说好话呢，你跟他就算是关系搞好了，你说是不是？不，真的。但是呢，不要说假话，不实在的话不说，实事求是的，人家有的优点你可以说嘛，不说他的缺点就行了嘛。粗语更不能说。第四个呢是什么呢？第四个是什么呢？不要多说话，不要没完没了的叽叽喳喳的说话，少说，该说的说到位，不该说的不乱说，这样呢，有人相信你，尊重你，恭敬你，你天天叽叽喳喳的说，人家就厌了，就不想听了。第二呢，从交流的角度来说呢，我想给你们送个真好礼物。哎，这个是谁送的呢？还是公元150年前出生的龙树菩萨送给我们的，是在清净书里面说什么呢？假如你那宝藏点把当罗板嘛的，接不能进呢，长子没多么长大鼻子，那么送过来的各自带来他们帮助。佛说三种语，人美识虚言，犹如蜜花粉，其后可行浅。这个话我就听着特别好。人与人之间交流的时候呢，无非就是有三种，一种呢就是重听的话，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实在的话，第三个呢就是拍马屁的假话，对吧？三类。
罗什菩萨说呢，美玉啊，让人这众听的可爱的话呢，好比是蜂蜜，很甜的。实话呢，对他很受用，好比是花，美丽的一朵花。假话和虚言呢，好比是粪土，粪土一样的话，你把它扔掉。但是前面那两个话说，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一般我们有很多互相之间驳斥啊这样的很多论文，对吧？经常会写。我们藏地呢也有很多这样的论文，但是里边有很多成分是互相辱骂，尽力而为的跟他说一些刺激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好，这不是好习惯。为什么呢？这样呢，对方不会接受这个你所说的见解。那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先看看这个人有什么优点，这部论点有什么好的，就大大的赞扬他的好的部分，实事求是的赞扬，不虚张，不扩大，实事求是的赞扬。后面呢，说那么一点点他能消化得了的，假如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是那样的话呢，可能会更好一些。要不然的话，我担心呢，会不会这样呢那样呢，点一点，大家都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嘛，只要你把它点一下，接下来他自己的逻辑会慢慢推下去的，这样他就能消化得了，面子也没丢失，说的也是实话，而且呢前面有大大的赞扬，他喝了很多蜂蜜，他嘴里舔呢，你说是不是？那他多舒服啊，真的。假如你是为了接受你的正确的观点而说的话，就应该是这样。假如你要是为了侮辱他而说的话呢，干脆就别说了。为什么呢？你要是跟他侮辱十次，十句，他就会跟你更狠的语言来侮辱二十，那这个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麻烦了，没完没了。假如你要是为了改正他的错误的话呢，你一定要先赞扬他，赞扬呢实事求是，不虚假。此后呢，提出那么一点点意见，而且呢，论据和理论的依据和有可能造成的这些后果的这些呢，点一下点一下，不要说的太开了，否则他面子上挂不住啊，你说是不是？让他自己往后慢慢想，这样就会好，这效果非常好。这是龙树菩萨教我们的，先说蜜一样的甜蜜的美语，时候呢花一样的美丽的实语，最后切掉一个，那就是虚言，就是说拍马屁的那些不实在的不切实际的那些话就别说了，就这个意思。这就能够避免，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语言上的过错。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从行为上的毛病。我们之所以导致这些问题啊，就是行为上有很多我们毛病。曾经龙树菩萨指出过六个毛病，我认为现在的人仍然适合考虑这个问题。第一个毛病是什么呢？博弈，夺。这个赌博这个东西啊，它从来不讲究你有没有学问的，有学问的也一旦染上了赌博的因啊，以后你就很难了，再也拔不出来了。一开始就要学会不做任何一个带有风险式的赌博式的一切行为，包括赌博它本身在内的，这是让你安全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是什么呢？不要学会到处歌厅啊，这些里面到处去乱跑，否则你会跟这些人不三不四的人会学坏，一旦学坏了之后，再你改正的时候非常难。再说就算你改正过来了，你的恶的名声已经在外了，你的名誉是救不过来呀。作为学生来说，一个赌博，一个到处跑舞厅歌舞，当时可能好像没有客厅 KTV 啊什么卡拉 OK 吧，但是呢说的是老是跑在那些歌舞的地方，类似于 KTV 和差不多吧，类似于这些。
第三个是什么呢？不要学会懒惰，就是说携带懒惰。做任何一个事要学会勤奋、精进、勇猛。第四个呢，不要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你知道吗？朋友是让你走哪个方向的根本因素。如果你跟的朋友好呢，你再不好的人也会变成为好的。好比是普通的木头放在一个檀香的木堆里边放了十年，你再取出来的时候，普通的木头也是香喷喷的呀，你说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说一定要不爱学习的人呢，喜欢做坏事的那些朋友呢，尽力而为的远离一点，然后呢更多的呢去跟那些好的学生比较作为榜样的这些人在一起，这样的话你才会有进步。还有呢，饮酒喝酒，饮酒乱心知啊，一旦你喝酒，你就变成了犯很多错误，自己不知，非常麻烦。一开始就习惯不喝酒，醉即使喝酒也少喝酒，不醉，一定要保持这个。还有一个呢，非是行，就是晚上半夜三更的到处乱跑，这习惯很不好，与去很多不该去的地方，人们都非常的这个嫌弃的那些地方去的话，你就会招来很多恶名，招来很多坏名声，非常不好。人要维护自己的好名声是非常重要，这就是幸运的根本。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有看得见的财富，也有看不见的财富。看不见的财富里面最珍贵的财富就是幸运。什么是幸运？你的名声就是你的幸运。假如别人不相信你，那你寸步难行。让他相信你，让他相信你这个人呢，不是不三不四的人，那么你就要有个好名声，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六个。子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涉世未深的莘莘学子，对善恶的抉择更应格外注意，尤其是如何从心理上克服九劫，语言上克服四病，行为上避免六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令我们少遇困难与烦恼，避免失败多成就的有力保障。就是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刚才说的主题的第三个，想达到目的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呀？怎么去选择我们的目标呢？我们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一个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或者老师，没有目标是非常可怕的。一定要立个目标。一般我主张的目标是什么呢？立得大一点目标。为什么呢？最好这一辈子达不到这个目标。为什么呢？目标啊，它不是为了达到而做的，是什么呢？让你有个奔头，汉地就叫做奔头，对吧？你要是没有目标，你就没奔头，你就不知道干什么好。所以说立目标的更多的用意就在于让你有奔头。什么叫有奔头呢？你有方向，你想干什么就有方向。而为什么要立大大的目标为好呢？打个比方说，你立的目标特别小的话，很快就能够完成了。完成的时候你就会自慢，自慢之后你就会傲慢，傲慢的那天你已经到了山顶，到了山顶接下来你应该往哪里走啊？你只能往下，没法再往上走了，因为我们飞不了，其他的我们也没什么好办法。我最羡慕的这种目标的追求的办法，就是半山站着看着山顶而死的这种人是最幸福的人。真的。所以说打个比方，一个人他的目标是十栋房子，
那个人的目标是一座山，十栋房子的人可能早早就达到了目标了，接下来他干什么？开始就干坏事了，对吧？因为他达到目标了呀，他满足了呀，他就不知道干什么呀，或者很麻烦。那么一座山为目标的人呢，他可能只拿到了山的三分之一，但山的三分之一比十栋房子大呀，你说是不是？那就很厉害了。所以说我们立要很大的目标，第二，这样的目标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你自身的优势和你想达到的目标根本就不沾边的话，那就叫做理想主义者、虚谈主义者，根本不合适。那你怎么办？根据你自己拥有的才华和条件，就是有成的可能性，也有成的好的办法，有途径，这样的目标你走起来你才能走得通的。这是第二个，要学会切合实际，可操作，有可操作性，可发展性，这样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目标绝不能是只我一个人有利的目标，否则支持者只有你一个人，一个人能干什么？什么都不能干，你就是小人一个。那你要做出来的目标是什么呢？要么为了你的整个村、整个区、整个乡，或者整个县，或者整个省，乃至整个民族，或者乃至整个国家，或者天下一切苍生利，反正大大益善，而不是越小越好。为什么呢？不管你追求的目标达到也好，没有达到也好，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去追寻这样的大大目标的话，这样的目标能够受益的所有的人将会直接和间接的支持你、帮助你，让你完成这个目标。这样一来，天下苍生皆是为你相助，何怕不成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人是没有什么大小的。人的大小是什么？有没有雄心壮志？有雄心壮志，这个人就是大人物，容得下天下苍生的人，容得下更多人的利益的人，这个人就是好人、善人，是了不起的人。凡是只容下我的利益，有时候连老婆的利益、孩子的利益、父母的利益都容不下的这个人，那叫自私鬼，这个人是不会有什么大前途的。所以说，想成大事者，首先立个大志向。因此呢，我们佛教里面呢，有个叫大所为。所谓的大所为是什么呢？断大、正大、心大。所谓的心大是什么呢？为利天下一切苍生，让他们安乐，这就是心大。断大是什么？所有的毛病全部终止，那叫断大。正大是什么？所有天下的这些好的功德和优点，由我让我的内心当中慢慢的积累，这种雄心，那叫正大。断大、正大、心大，这就是般若里边所说的三大。所以说呢，三大所为，所为是目标的意思，三大目标，把所有的过全部断，所有的优点功德全部给予自己，成为天下苍生的救护人。所以龙树菩萨曾经说啊，众过已断尽，众德皆圆满，为众生作净护，顶礼一切之，这句话是这样来的。佛教里面的佛不是神仙，他是一个什么呢？没缺点，有优点，能够济人天下苍生的安乐的这么一个人呢，称之为佛。这是龙树菩萨说的，宝曼论里面怎么说？这是我们所追寻的目标，要大一点好，而且是不是为了自己好。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只要有你这样的目标，
你这一辈子不会东干西干，不会东走西走，为了你的光荣、荣耀、伟大的目标，这个从来不停止的往前走，走到哪儿都是光荣的，哪怕只走了一步，你也是了不起的，你说是吧？第二呢，人的前途啊有四类。我们汉地呢有一个话，我就拿这个来去解释，平常拿这个来解释。佛教里边呢就叫做贪得汉语叫德才兼备，德指的是贪，才指的是歇着，实际上是一个是儒家的思想，一个是佛教的说法，一回事儿。我呢，德才兼备，把它分成为四个方式来，把所有的人区划为四类。一个是既无德又无才者，第二个是有德无才者，第三个是有才无德者，第四个呢，有德才兼备者。龙树菩萨曾经呢对这样的四个呢做过一个区分，他说什么呢？那年那运塔头门把的门兵塔头，那年门塔头，那年那运塔头刚上呢，一点的大能及当不能说。从今明后一明，这是一种；今暗后一暗是一种；今明后暗是一种；今暗后明是一种。把这样的四种人呢，其实把它分成为两类，一种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愚钝的人。两类。无德无才的人是什么人呢？无德无才的人是老实人，但不是好人，是坏人。我们平常呢有个习惯，老实人即好人，聪明人即坏人，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老实人也有坏人，但老实人也有好人。老实人当中的坏人是极无德又无才者，这样的人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由于他没有才华，他干不出任何事来，做什么事情都不成。哎呀，这是一个倒霉透了。第二呢，他无德怎么表现呢？这个人呢，特别仰慕不择手段的方式达到目的的这种人，怨自己说啊，我是老实人，所以我就这样吃亏呀。你看某某人，他老羡慕那些坏人，那个有智慧的坏人啊。你看这，他老仰慕。另外呢，他把所有失败的原因呢，说这个老天爷不公平，亲戚不好，朋友不好，家庭不好，民族不好，国家不好，社会不好，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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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一切一切自己的失败的罪过，全部能挂到那儿，他就挂到那儿，从不把自己的身上背。这种人呢，老实人为什么？他从来不干坏事。可是呢，这个人是坏人，为什么呢？他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别人，而不归结于自己。这种人呢，从黑暗走向黑暗的人，为什么呢？现在他肯定是倒霉透顶，十年之后、二十多年之后还是这样，这种人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为什么？他不会总结经验。为什么？他没有认识到我之所以失败，有我个人的原因，他没有认识到。第二种人呢，有德而无才的人，这种人也是老实人，但这种人呢，也干不出什么大事来。不过呢，这种人有个优点是什么？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之所以他是乐观主义者呢，把自己的所有的矛盾、麻烦或者倒霉呢，归结为自己。哎呀，哇，很愚钝呐，哇，缺点很多，所以你看，我就变成这样，我得要改变，我得学习学习，我总结经验呢。他很积极，很阳光。这种人呢，马上不会有什么进展，不过这种人一定会积累经验。反过来呢，这种人很容易最终成事。所以说呢，
不一定成大事，但这种人呢一定不会太倒霉，他会好起来的。这种人叫啊，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人，也就是说有德无才华。第三种人呢，有才无德的人。有才无德的人有很多种，一种呢曾经做生意赚了大钱，可是呢他做这些事，过去做的事和现在做的事，总是喜欢走背着良心的方向，喜欢呢不择手段的去消灭自己的对手，喜欢呢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喜欢打擦边球，老是喜欢走捷径的路，不愿意合情合理合法或者符合良心的方式去做，不愿意，他就图个快。所以说这种人呢很聪明，他能够做成大事的。不过呢你知道不，把这个杯子让一个力气小的人往上扔，能扔多少？3米5米，掉下来也就是2半而已。假如力气特别大的一个东西往上扔，扔1万米高空，再往下扔的时候，你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不？那哪里是什么杯子啊，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灰，对吧？碎成灰了，你说是不是？这种一旦掉下来，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了，连他自己的周围亲朋好友曾经他关心过的一大帮子人，就这一辈子就算了，就没了。那我们只看到了这些人上去，为什么看不到下来呢？人最关注的人就是上去的人，谁关注下来的人呢？你说是不是？你不关注当然就不知道这个人所踪了，没人关注他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值钱了，所以说不关注了。所以说呢这种人呢就叫做有才而无德的人。还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华出众，有雄心，有壮志，有智慧，但同时呢他从不走捷径的路，做任何一个事呢踏踏实实有序向前，不着急，也不走捷径的路，不以不择手段的去解处理问题，不为良心，不违法，不为任何一个游戏规则，按照游戏规则来的人，这种人呢我称他为常胜将军。为什么常胜呢？因为这人很谨慎，所以说他永远是胜利者，叫德才兼备者。这种人是胜利不是一世，而是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当初龙树菩萨拿这个人说有这样的四种人呢，国王啊你应该做其中的第一个，从光明走向光明的人呐，他就这么说来着。今天呢我跟大家说一声呢，诸位老师诸位学生们呢，咱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做一个从光明走向光明的人，好吗？第二呢，选择目标所需要具备的最根本的因素，人一定要有两样东西，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是信仰或者信义，第二个呢是智慧。有了信义之后是什么呢？信仰之后是什么呢？这个指的不一定是宗教信仰，对任何一种游戏规则的信仰，只要你这种游戏规则有利于天下苍生，有利于国家民族或者广大的老百姓的这种游戏规则即可。反正你不能没有游戏规则的信仰，一旦有了信仰之后会怎么样呢？按照游戏规则办事，它不会越规，因为它有自己的约束。第二呢，一定要有智慧，有了智慧能做什么呢？能够分得清楚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不正确的，哪个是应该做的，哪个是不应该做的。所以说第一，有了不伤害他人又不伤害自己的游戏规则，又有了
能够分得清楚真假好赖，那这个人具备了寻求广大目标的最根本的两个因素了，一个是智慧和一个是信仰。所以说呢，龙树菩萨说呀，说什么呢，就是说居信故持依法，聚会故正知，有了信义或者信任或者信仰呢，他就会依照游戏规则来，有了智慧之故呢，他就知道正确的知道实与非，真与假，好与赖。那么你所选择的信仰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选择呢？四种：远离四种颠倒的四不颠倒的思想。第一呢，远离贪欲而颠倒行；二，远离尘回而颠倒行；三，远离愚痴而颠倒行；四，远离于这一这个部位而颠倒行。所谓远离贪欲而颠倒行是什么呢？不要感情用事，一定要有一个不以感情用事的理性对待的这样的一种信誉和信仰或者游戏规则。第二呢，尘慧而颠倒是什么意思？不要赌气，做任何一个事不是为了被别人赌气，而是为了更好的利于我自己，也利于天下苍生，利于更多的人的目的，理性的对待，不要赌气，不要意气用事。第三是什么呢？愚昧而颠倒行，实际上就是茫然行事，不要茫然行事，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分清楚了，然后你再选择这种游戏规则。第四是什么呢？不要有太过分的怀疑和恐惧，一旦有了恐惧的人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就像曾经的袁绍一样，优柔寡断，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种人呢，尤其是学问比较高的人，很容易沦落这种情况。有一个不太好听的成语我就不说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有非常好的能够分得清楚的，这些就是正确的信誉或者信仰的选择。好高骛远与目光短浅是我们在选择目标时要特别注意的两种偏向。怎样才能把目标定得既高远又切实可行呢？虽然因素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是信仰，二是智慧，其集中的体现就是利他之心。唯有在利他之中才能圆成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选准选好最适合自己的目标。现在我想讲第四个，选择什么样的途径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些目的呢？我们一定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达到目标的话，自身需要一定的这个修身养性之德，自身一定要具备好的条件。我把它称之为呢，人类的七大财富，佛经里面叫七圣财，我呢称它为人类的七大财富。第一个财富是什么？是信誉、信仰、信人。信这个字，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如果你不讲信誉，别人更不会讲你的信誉。所以说这些都是非常公平的，因此呢，建立一个非常良好的相信别人、相信自己、相信良心、相信道德、相信善恶的结果的游戏规则，善恶的因果，这样的人才会受人尊重。你要是不相信善恶的游戏规则的人，谁知道你会干坏事呢？假如你的这干坏事的劲儿剪头一转到我的身上，我不就惨了吗？我怎么能相信你呢？所以说你要让别人相信你，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绝不做违背良心事的人。
这就是第一个幸，幸运的这个幸。第二呢，第一大财富。第二是什么呢？戒，戒律的戒。戒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严谨的作风，就是戒律。什么叫戒律？有三个：管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啊背着良心的事做了；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呢做害他人又害自己的事儿。这叫身戒。什么叫口戒呢？管好自己的嘴巴，千万别说了不该说的话。管好自己的心，不要胡思乱想不该想的问题。身体，第一，不要害他人，更不要杀他人。因为你害他人、杀他人或者琢磨他人，要付出代价的。第二，不要去抢、偷和用卑鄙的手段来去纳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第三，夫妻之间要讲信誉，不要乱来，否则你的家庭不会幸福的。第二，口头呢不要说谎言，不要说谗言，不要说伤害别人的恶口，不要叽叽喳喳的说的这些其余。心里呢不要去老是想着我如何害他呢。有的人特别奇怪，就喜欢害别人，以害别人为乐。当害别人时，虽然自己不得任何好处，他心里很高兴呐，很得意。这种是坏人，很麻烦，终有人害他的。所以说不要这样。第二呢，不要心里起呢夺他人所爱之心。第三呢，要相信善恶终有报的这种道理。为什么呢？你做坏事多了，必然会有报的，这是游戏规则。所以呢，这叫戒。第三是什么呢？敬问。敬问是什么呢？学会学习，多学习。光看看教科书不行，我们要看很多很多的宝典。藏有甘珠尔大藏经、登珠尔大藏经，一定要多看多读，你就能够挖掘很多很多的智慧。汉文呢也有甘珠尔这个大藏经，或者呢汉文还有这个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太多了，你看不完的。但四库要书，这个四库藏要，你的确应该看一看，这一定要看的。尤其是我是一个除了喜欢学佛教之外呢，也是一个比较喜欢看汉文的古典的人。司马迁写的史籍啦，孔子的论语呀，那些大学啊、中庸啊，尤其是像你们的话，大学看一看，你马上就会那个心胸开阔，就是有那种敬业的精神，很厉害的。再看看那些类似于这个韩非子啊之类的，千万不要学他。我不建议你学他，但是你要看他。为什么呢？韩非子这个人呢眼睛非常刁毒，他看问题很尖锐很尖锐，可是他出的主意啊全都是当前看起来很用，但是后面呢把自己割自己头的东西，很不好，很残酷，不建议用它。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这个道理。还有呢，还有呢，类似于就很多韩的有很多好书也可以看一看，类似于汉书啦、后汉书啦，然后资治通鉴啦。为什么呢？这些里面不仅仅有汉族的历史，也有很多与汉地的皇帝和直接多少年多少年相扣的，与藏族有关的、新疆有关的，或者汉地各地有关的很多史料。因为汉人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自从司马迁开始，特别特别的重视解释和记录真实的事迹，这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你们说是不是？
所以说呢，这些问题多看一看，多读一读，不要只看你那个教科书的部分，还要看很多这些多数。现在我们电子文件非常方便，你就直接下载，就随便可以看，对吧？而且呢，像那些里边的很多建议，现在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所以呢，广文这个里面，读藏文的历史，读藏文的古典，读藏文化的核心的很多精髓。同时呢，你们要是有古汉文底子好的话，汉文的，还有如果你们的英文底子好的话，也要看看希腊的那些历史啦，罗马的那些历史啦，英国、法国、德国的这些历史啊，这些里面能够发现很多很多有趣的事，也包括康德、黑格尔，还有马克思，还有那个基督教的一些哲学的书也比较多。这些大概是十二、十三、十四世纪之后的这些书啊，你看了之后大开眼界，你就觉得哎呦很厉害。这些人真是非常有想象力，或者呢有逻辑的。我们不一定全部接纳过来，我们认为好的部分取出来不就行了吗？你说对吧？这非常好。所以呢，经文是一个财富，第三大财富。第四个是布施。布施是什么呢？要学会付出代价，给老师、给父母、给自己的恩人，不是说多少钱的问题，你自己根据自己有能力，比如说你这个兜里面有100块钱，你拿出10块钱来给他买个小礼物，那是不过分的。其实吧，有时候礼不在于值多少钱，在于你这个心，一定要尽心。所以说要学会对任何一个人呢，哪怕你很小的力量，你就送点东西，哎，这样呢你这个人就变成非常可爱，谁看你这个人就好啊。你看就是哪怕是一个小东西送给他，哎，他就高兴了。其实他是再有多的东西，你给他送的再小，礼多人不怪嘛，你说对吧？你要学会这种模式，那叫施不施，行吧？只要你习惯做这样，将来你会一定会变成有财富、有金钱的人。第五呢，有惭，惭什么？惭愧的惭。还有一个叫有亏，惭愧的亏。以己而惭嘛，以他而亏嘛。所谓的以己而惭呢？人呐，要学会做任何一个事，说任何一个话，想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凭着良心，一定不要背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说话，或者想问题，否则你就会导致很多的不吉利不吉祥的事情。要一定要做到心中无愧，没有这个没有那种惭愧之心，凭着良心而行，这叫以己而惭，以他而愧。你做任何一个事情，人家说你闲话的，会带来好不好名声的，别做了。就算你认为这个不是坏东西，你也别去做。你一定要遵守实践的伦理道德的游戏规则。这种伦理道德的游戏规则，一个人是破不了的，你也别试着破。为什么呢？你破了这个之后，你就会变成为不是人的人，不受尊重的人，这可不行。你知道吗？有些人家特别崇拜的人，我对他们有些看法。比如说有些特别著名的人，我不说了。有人说怎么样这个人，我说啊，这个人呢，写诗写得真好，但这个人呢是个没名堂的人。为什么他写诗写得好呢？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是倒霉，因为倒霉心里面的波动很大，因为他心里波动很大，
他写出来的东西当然是感动人心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感情里面情感的波动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他倒霉的事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爱惹是生非的一个人，所以说社会上不大受欢迎，因此到处遇到了抨击。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做一个即使写好诗又是做好诗的那么一个人，这才是成功的人。不要做那个只会写诗不会干活的这种人，这样不大好。有学问的人分很多种，包括几千年前的一千多年前的一些诗人，论诗这个，论人我不敢苟同，不咋样。看他的悲剧，他的后来的惨剧就知道，也没必要跟他替他抱怨，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必然如此，没什么好奇怪的。这是惨以亏，所以亏这个问题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以他而亏，也就是说你别做不合时宜的事儿。就算你认为这是不正确，你从理论上可以改变他的这种解释，他阐述的，但你自己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否则你就变成了内外不是人了，这不行。这就大大的妨碍你还要可以做更大的事更多的事的主要的问题，你都会耽搁，这样就不合算了。这个账一算起来啊，你还是亏本生意啊，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慧，智慧，最后的一个财富就是智慧。智慧呢，佛教里面分成为四类：广大智慧、明晰智慧、速机智慧、神圣智慧。所谓广大智慧者呢，博学多才，无所不知，思想开阔，胸心广大，这叫大智慧。所谓的迷信智慧呢，智慧非常迷润，洞察非常的微细，能够知道的东西啊，保质保量，非常细节，非常明了，那叫迷信的智慧。第三种呢，叫速记智慧，反应速度非常快。你们去看看那些有法相院，曾经扎藏法相院的那些地方的出家人，他们的速记智慧肯定是第一。为什么？天天辩论，反应特别快。你说了头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怎么驳斥你。这叫智慧，速记。还有一个叫神圣，神圣的智慧是什么呢？不仅仅是看到表面的事，更深层次的，深层次的又深层次的，能看得透的，那叫深智慧。所以说智慧有四种，我们想尽办法让自己具足这些智慧。这些呢就是七圣才了。这就是我们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的途径或者办法。第二呢，假如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不管你从事的可能是医生，从事的可能是商业，从事的可能是行政工作，从事的可能是讲课啊、当老师啊之类的，我们要一定要具备五种条件，我们的这个事情啊会有大有成果。第一个，狠。什么叫狠呢？恒常的意思，要学会精进啊。他不是说我们藏族和我经常跟东北人开玩笑的时候，我说你们东北人跟我们藏族很像，他说什么呢？我说都是急脾气，一急来没完没了，好像是天下马上塌下来似的，一放下没影儿，不好。要学会长时间的去坚持，坚持熬才是成与败的根本。所以说要有第一个叫狠，永恒的狠，长狠的努力下去，这样你才会有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后天那样想，你一个结果也没有，最后什么都做不好。所以说这是第一个
你能够称大师的第一个条件就狠。第二，修，所谓的修是什么？文巴的显吧，文巴的显吧什么意思？对他有好感。你不要把你做的工作呢当成一种挣钱的手段，或者呢养生的手段来看待来做，把它当成自己的乐趣来做。当你做的事，你所做的事一旦变成为你的爱好的时候，那你这个上面一定会有大突破和大成就，一定会的。怎么样才能够有乐好呢？这跟西方人的思想不大一样的。西方人的思想呢是爱第一，理性第二，任何一个人不可以夺取我的爱好，对吧？但我们中国人呢，合情合理里边呢，合理是第一，理之后才是情。为什么呢？你生下来的时候啊，只会哇哇哭，你哪有什么喜好啊？没有什么喜好。你的喜好是怎么成的呢？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很多的接触啊、习惯啊，方方面面、慢慢慢慢形成了你现在的喜好。也就是说，你现在的一切爱好是修出来的。即便是你的不坏、不好的毛病也是修出来的，你何不把重新修回去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说呢，其实呢，像我学汉文很快，我23、24岁才开始学汉文。那个时候我只会说你好，我是下巴活佛，其他我什么都不会说。现在我读古汉文还行，挺好。那个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充分的理由能说服我自己为什么学。可是我学英语没学下去，为什么？学了2次都半途而废了，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服不了自己凭什么学。第一呢，我没有太多的大算到国外去讲经说法呀，没这个兴趣，也没有这种想法。那国内呢，英语基本上用不上，藏语好一点，汉文好一点，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其他的也没什么用途的地方。如果为了显示我有学问，我非要学英语的话，那就太浪费时间了，何苦呢？对吧？这只是一个摆设，没意思。所以呢，我找不到理性的切入点，因此我就学不会。假如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就能够充分的找到理由，拿这些理由来说服自己，一定要爱这个事业，那么你在这一领域一定会变成为顶尖的，一定会，一定会。所以说，这是第二个修。修是什么意思呢？穿喜，穿喜是什么呢？对他有好感，对他有非常的喜好。第三呢，对峙。对峙是什么呢？对付这个的办法，对付贪欲的办法、懈怠的办法、懒惰的办法，对付极端的办法，对付消极的办法。比如说不适的心呢，能够对付吝啬；持戒的心呢，能够对付懒，这个对付这个行为不检点，不检点；忍辱的心呢，能够对付愤怒和嗔恨；精进的心呢，能够对付懈怠和懒惰；禅定的心呢，能够对付这个想法太多，就是一心二用；智慧的心呢，能够对付愚昧无知。你们说是不是？这叫对峙，对付那个缺点的办法。第四个是什么呢？德胜。什么叫德胜呢？人一定要有良好的品德修养，一定要有良好的品德和修养。第五呢，明众生。明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小的叫做说，你一定要学会爱你的父亲、爱你的母亲、爱你的家人、爱你的孩子、爱你的亲朋好友。再扩展一点，你一定要学会爱存，你才会爱这个县；你爱县，你才会爱这个州；你爱州，才会爱这个省；
你爱了这个神，你才会爱这个神的人，才会爱这个民族，你爱这个民族才会爱国，乃至爱天下一切苍生，对吧？这是从小而大。所以说呢，一定要学会这种悲悯天下苍生，为天下苍生愿意献身的那种慈悲心，一定要有这个。有这个，你就不怕做什么事情不成，为你做的事的动机本身很友善，非常好的。选准目标与达成目标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其决定性保障因素有二：一是要具足七圣才，即信、戒、闻、施、惭、愧、慧；二是要具足五方便，即恒、修、对治、得胜、悯众生。果能具此，必能善尽有常，心想事成。今天我要说第二呢，就是感恩。什么叫感恩呢？就我刚才所说的，鉴于这些原因，我们今天已经成长成这样了。这绝对不是靠我们的本事，其实我们一定要学会感恩每一个人曾经在成长过程当中曾经帮助过的，不管是父母、老师、学校、社会、民族、国家，乃至天下苍生，所有这些人，这是知恩。然后就是这个知恩之后啊，那就是报恩。报恩，报恩的办法很多，比如说报父母和家庭的恩呢，一定要学会孝敬父母和孝敬家庭，凭着良心做事。因为你的父母可能是农民，可能是普通的家庭，可是你已经变成了知识分子了，了不起了，一定不能忘他们的恩。第二呢，要学会，一定要当你有所成功的时候，回报社会，回报你的老家，回报你的民族，回报每一个曾经给你给予过恩义的这些恩遇的这些人，唯如此，你才是真正的，无论是活着还是死的，都是伟大的、光荣的、了不起的，值得赞扬。别的呢，我今天没有打算说什么。我的这个知恩、感恩、报恩已经汇报完了，可是我的时间呢已经超过了28分钟，实在对不起，请大家谅解，谢谢大家。然后呢，我祝愿在座的每一位老师、学生、同学们，愿你们从此以后家庭幸福美满，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并且愿你们能够成为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一切苍生、对你的父母和你的老家所有所有的人能够造福，能够成为社会上造幸福美满的美好未来的栋梁。谢谢大家，扎西德勒，阿弥陀佛，就得了。你南巴查嘛，达里内皮皮个，罗本南巴查嘛当，好不着南巴查嘛了，达里内松得切南巴错，达里咕噜啦拿出没巴当。各车了八千米八档，就送龙军住了，下瓦那么多着瓦档。那等今年八千了，说把他们就歇呢。车档送龙东军阿汤乌通路打他们就让我到外边等陪瓦档。这上边等他们就一个人这边分等档，扎西得来学个人。